哎嗨，我们在颐和园，颐和园超级大，那只是旁边的一个。来了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大。对，然后这只是旁边一个小小的湖，后面那些啊，你看那个塔，那塔看到了没？那个过去都还有一座好多好多。而且湖只是个开始，听说往里面走还有好多好多的宫殿。对，然后我们花了15块。坐在旁边有点小崩溃了。我觉得我们是花15块进来，然后拍个那个扛棒，然后再逛个礼品店，再吃个玉米的。对，然后我们这几天我们已经旅行了一周了吧，然后从大长沙来，大长沙一个礼拜，然后再来旅行，哦，我们的脚真是有够瘦的。我觉得这一趟是减肥之旅。真的真的，我觉得我好像把我自己拍很紧。减肥之旅吗？其实我觉得是小腿肌养成之旅，还不一定瘦得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呢？每个宫都长得一样。我觉得逛完故宫就差不多可以回去了。对，故宫已经把我们脚训练得超级可怕了。还有，我们今天穿情侣装啊，姐妹衣，讲这边跟情侣装，几个说一次，你对我好像没有很有礼貌。No, 还有，我明天要去天津，我们明天要去天津了，哦，真的是白，就是白痴。如果我们自己找罪受，对，我们如果今天乖乖的玩的话，我们明天就要回长沙了。结果呢，我们又说突然杀去天津，不知道走多久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好啦，反正希望天津应该会值得啦，旅游愉快，好，拜。